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职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NBA 常规赛，湖人队客场挑战雄鹿。作为赛季初被外界看好的两支热门球队，新赛季开始后受到伤病困扰，球队表现挣扎，可谓同病相怜。这场比赛之前，湖人8胜7负位列西部第七，雄鹿则6胜8负位列东部第十一，与卫冕冠军应有的表现相差甚远。而此番交手，雄鹿迎来了米德尔顿的复出，球队实力提升。比赛一波三折，第一节湖人稍占优势，第二节雄鹿依靠字母哥和波蒂斯拉开两位数分差，第三节雄鹿主教练布登霍尔则主动叫暂停，给了湖人抹平分差的机会，第四节字母哥发力，而湖人这边最后时刻缺少得分点，外线又没手感，最终雄鹿主场109-102惊险击败湖人，雄鹿结束两连败，湖人遭遇两连败。根据美媒报道，詹姆斯有机会在周六和绿队的比赛中迎来复出，但是本场比赛打到第三节后半段，当戴维斯捂着自己大腿蹲位置一瘸一拐时，真替湖人捏了一把汗。上赛季悲情一幕又要重演，上赛季戴维斯长时间受伤，詹姆斯也受伤，最终湖人从附加赛打起，首轮被太阳淘汰，而戴维斯从第三节捂着大腿开始，字母哥连续不断在戴维斯这里寻求身体对抗，而戴维斯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他已经跑不动了。实话实说，今天戴维斯的手感非常好，中距离弹无虚发。此外，大帽字母哥给安东尼的策应球，包括串联塔克踢到高位后去寻求和蒙克威少的篮下配合，戴维斯虽然数据远不如字母哥，但是戴维斯所扮演的角色在湖人是不可替代的，但现在戴维斯的身体状态在沃格尔这种使用方式下已经成为湖人的一个明显短板。湖人今天打得不可谓不好，上一场比赛塔克拿到28分6篮板，今天的比赛塔克18中9拿到25分，第三节单节11分，咬牙带领湖人抹平两位数分差，包括安东尼和波蒂斯为了一个篮板就抢到一起重重摔在地板上，头部着地，包括威少，他今天的失误非常少，除了第一节前5分钟有2次地面失误，剩余时间他的助攻确实给塔克、安东尼、蒙克包括戴维斯更多得分空间。而且随着比赛的深入，威少已经逐渐适应了和喜欢持球的塔克共存的方式，威少减少外线出手数，过了半场勤快交球，塔克在侧翼寻找机会，而戴维斯也提到高位策应串联，湖人整体表现是很好的。湖人球员在场上没有太多明显的缺陷，但是沃格尔排兵布阵有点让人看不懂，此前连续被冷藏的贝兹莫尔今天重新被启用，结果在第三节末段到第四节初段那段关键时刻，当雄鹿这边不得分的时候，湖人也没有得分，贝兹莫尔连续3分不中，甚至在没有压迫防守的情况下投出3不沾，离谱。还有小乔丹上场那5分钟时间里，被米德尔顿追着命中中距离，包括米德尔顿那2记3分球，在轮转中，小乔丹蹲坑式的防守总会被雄鹿抓住机会。那段时间，沃格尔至少应该让塔克或者安东尼至少一人留在场上。此外，霍华德可以替代小乔丹的，他的防守覆盖面积比小乔丹要大。雄鹿确实给机会了，布登霍尔则第三节2个莫名其妙的暂停，包括第四节初段字母哥在场下，雄鹿各种乱打失误，即便字母哥轰下47分，其实雄鹿过多的失误也被湖人抓住不少机会打出反攻，但今天这场比赛包括关键时刻字母哥在关键时刻各种轻松得分，证明沃格尔临场应变调整能力真的有点差。打到最后，当戴维斯被对手轮转换出去后，是塔克在篮下防字母哥，能防得住吗？第四节应该上霍华德分担一下防守压力，不能怪场上的球员，只能说沃格尔葬送了原本属于湖人的胜利，戴维斯这种打法也快撑不住了。这场比赛字母哥和浓眉的对决备受关注，在赛前名嘴帕金斯就表示，戴维斯每一次面对字母哥都必须认真起来，3年前我们还经常讨论他们俩谁强，但过去3年字母哥已经和浓眉拉开了差距，如果浓眉想要重返联盟顶级大前锋的讨论，他就应该像我说的那么做。而显然浓眉这场比赛并没能达到预期，攻防两端面对字母哥时完全处于下风，不仅进攻端没能给对手带来威胁，防守端更是无法限制住对手，让对方在自己的禁区予取予求，把湖人内线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扯掉，就连波蒂斯都打出了超级球星般的表现，可见湖人这场比赛在内线的防守上有多么糟糕。而从这场比赛与字母哥对比来看，浓眉显然已经难以再与字母哥相提并论，成为现役最强大前锋的竞争者，
因为他目前的状态距离字母哥已经越来越远了。不过浓眉的状态究其原因是因为消耗过大，五号位防守需要适应。在沃格尔变阵使用一大四小的阵容之后，本场比赛也是湖人第一次迎来了拥有顶级锋线的球队的挑战。面对字母哥和米德尔顿的攻击，湖人队在防守端做得并不是很好，尤其是对浓眉哥的消耗过大。这场比赛沃格尔制定的防守策略就是浓眉单防字母哥，不论是三分线外还是禁区，几乎都是两人的直接对话，很少会有包夹或是协防。但从比赛过程来看，浓眉基本没有办法限制字母。上半场比赛字母哥就全面爆发，13投12中，得到了28分，几乎是无人能挡的。但从对位来看，当两人单独对位时，字母也很难轻松进攻。造成这样的主要原因是湖人的外线防守太过薄弱。本赛季湖人的外线防守一直是他们被球迷诟病的地方，尤其是开始使用三后卫的阵容之后，球队的问题暴露得更加严重。本场比赛字母哥之所以能够在禁区为所欲为，就是因为让雄鹿突破得过于轻松，雄鹿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够获得轻松突破的机会，而在进攻端客串到五号位的字母哥就扮演掩护者的角色，挡拆后字母就是在罚球线里接球，之后直接冲击篮筐。而在五号位的浓眉子很难跟得上字母的速度，导致湖人在篮下只能用小个来补防字母，导致字母能够轻松完成得分。这就是湖人存在的最大问题，球队的外线防守过于薄弱，导致五号位的浓眉被不断的调到外线，连续的跑动，篮下的对抗对他的消耗过大。尤其是这场比赛，浓眉不仅要防字母，还要在轮换阶段防守米德尔顿，对他的体力消耗过于严重。在上半场快结束时，浓眉在场上就能明显感觉到出现体力不支的情况，这也是浓眉来到五号位之后的问题。防守端消耗过大，只能等詹姆斯回来给浓眉分担压力。而本场比赛湖人的进攻明显改善，塔克逐渐成熟。虽然球队防守存在一定的问题，但球队之所以能够与雄鹿打得有来有回，就是因为这场比赛湖人在进攻端打得相对出色，而这也是球队变阵带来的效果。尤其是空间的改善给了湖人不少空位三分的机会，而随着塔克和艾灵顿的回归，再加上布拉德利的手感回暖，球队是能够把握住一些外线三分的机会，这也是湖人这几场比赛有所提升的地方。外线手感的回暖让球队的一些战术能够奏效，也是球队能够追回比分的关键。其次就湖人在场上能够保证始终有两个拥有持球突破能力的球员，像威少和安东尼都能够出色地完成持球得分的任务，且能够与浓眉进行一定的挡拆配合，球队的冲击力能够有所保证。而最关键的就是塔克的回归给湖人带来的明显的影响，相较于上赛季，塔克的持球突破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能够在阵地战中出色完成个人进攻的任务，在威少不在场时能够站出来承担突破得分的任务。这场比赛塔克得到25分，全队最高，且大部分得分都是自己突破得到的，在面对强队能够取得这样的表现是十分出色的，也能够证明他的能力。可以说随着伤员的不断回归，湖人的进攻是有一定的改善的。总之就是沃格尔的用人太让人绝望了，比赛中一直出现三后卫甚至四后卫的阵容，当然这可能是因为锋线太弱了，但威少带队起势了，沃格尔换下，雄鹿起势了，赶紧上威少，这种操作就太莫名其妙了，沃格尔根本不会用威少，而且在下半场的时候，沃格尔不上威少，浓眉、安东尼或者塔克，造成球场上没有一个终结点，唯一算得上的也就蒙克，但他的状态也不好，直接被雄鹿打出60，这是湖人输球的主要原因。